感谢您哈，撒娇告的家，我靠到这边去压力大得不得了。我们要请辉哥换另外一只，为什么？这两家是较乖的不？来，让他劝举一下。我们要换另外一只，那一只是比较猛爆，而且它遗传到妈妈，我叫非常的凶悍。我叫他拉就好了。好，你叫他拉着到前面来。来，那现在辉哥要怎么样来跟我们来透过这一次的实验来看这一只狼，这个藏獒它有多护主？来，外靠就外在哇不，外在哇里不？你其实像这样 OK 啦，对，好，这样你看像这样 OK， 对，但是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，哦，他情绪好像比较不稳定，有一点动作的话，他可能就会，真的吗？你可以站我远一点吗？好，他三个，好，来，一姐，那我要怎么办？我把这个举起来吗？对，我举起来，他就会也会哇，你来聊聊，好，我会，来聊聊，一姐，来，乖，好乖，他不会，我有点怕。我怎么办？我还是要得做出那个效果的。你觉得我要做出什么效果，他才会？你就要往前大力踩地上那种。真的吗？我踹他也，他会废我，对不对？他基本上藏獒比较不会废。好，他都是我就踹，我现在就踹了，直接就上，真的吗？哎呦，他已经注意你了，他马上定住哎，他完全知道声音从哪里来。我再踹一次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他耳朵已经，他耳朵就立刻竖起来了。他在做什么反应？对，你再靠近了，他就上。乖乖，好乖。他眼睛是盯着我的，他已经把我盯上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已经盯上我，对不对？我完全没有办法再靠近一步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其实有些人很就是会觉得说，哎，那狗摇尾巴了，我可以过去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狗摇尾巴的话，你要看它的频率。其实有些狗它的摇尾巴是准备要冲了，它在摇尾巴啊。对，它在摇尾巴啊。不是说摇尾巴它是示好，当然它尾巴的那种表情动作很多，但是它摇尾巴是准备要上的。你那边冲啊，对不？对。其实绳子在你手上，对。然后它在你的控制当中，对。它现在又盯着我了，它完全盯着我，对。因为我刚刚已经对它挑衅了，对。OK， 那所以现在它留在这里，我留在这里，它看我很碍眼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突然就忘情的话，它可能就会。会怎么样？他会就扑上我这边，就扑上来。OK， 所以其实他已经盯着我了，我不能再继续在这个空间里跟他共存，因为我们两个已经对上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对你会比较注意啊。当你如果说不要有再一次的那个的话，他会用眼角瞄着你这样子而已。他瞄着我，我们节目就进行了短暂心惊。现在呢，辉哥必须把他带离这个现场。我看我先把他带离了，不然的话这样子的话大家压力都很大了啊！我受就是谁受伤都不好，谁受伤都不好。而且这个，其实狗咬人哦，真的有些负面的那种影响在啦。好，辉哥，那我们先请他好先移驾一下。OK， 好，你来看着。